喺香港自由道呢度34何文田嘅项目，有个细少少万方嘅物业，主打就系细单位，有啲开放式一房两房嘅单位，系单栋物业，提供165伙，楼下有啲商铺同埋超市，食嘢买嘢都方便。咁我哋入去睇下，老板欢迎翻到嚟你屋企，呢间就388尺嘅两房，入嚟咧就有少少玄关位。做咗一个玄关柜啦，可以摆下嘢，摆鞋，上面仲有个收纳柜。转过嚟就一个 LDK 嘅设计，厨房啦、饭厅啦、客厅啦，整体嚟讲就微型得嚟，但系五脏俱全。我系另一个露台仔啦，行出去就向翻南望到隔篱嗰栋旧楼啦，个天台景观 OK 嘅，你当系一个晾衫位咁就 OK 啦。厨房呢度仲有一个细少少嘅窗位。咁都方便南北對流，廚房咧發展商都好貼心，多做咗一個台面俾你，方便你擺嘢，洗衣機啦，然後所有嘢都係啲名牌嘅家電啦，呢邊就係雪櫃啦，上面就蒸焗爐，整體嚟講唔差嘅，同埋台面我覺得 OK 合理嘅，浴室就係簡單企理，好實用，同埋具有窗嘅 ，very good， 兩間睡房啦，左右兩邊其實差唔多嘅啫，但係我覺得佢啲睡房係做得方正嘅，即係方便你擺位咯，咁呢邊就冇乜景嘅，樓景為主啦，然後有個窗可以做對流。呢間房嘅景觀我好少少會望到尖沙咀嗰邊啦，何文田嗰邊向翻南，采光都幾好嘅。似呢啲屋現時發展商就賣緊最平嘅單位係821萬，老闆你覺得佢有冇買貴到？歡迎留言話知，拜拜。